其实呢，第一次听说要拍抓鸡这个光杆，我是拒绝的，因为你不能让我拍，我就马上去拍。第一，我要先试吃一下，因为我不愿意拍完之后再加一些特技上去。抓鸡端一下，端一下，端一下，很酥，很脆，这样出来观众一定会骂我，根本没有这样的抓鸡，证明那个是假的。那么后来我也经过证实，男孩故事香辣鸡腿确实是良心制作的，良心制作的。我吃了大概一个月左右，感觉还不错，不光我自己吃，我还叫到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吃。来来来，一起吃噻。后来我在拍的时候要求导演老师不能加任何特技，因为我要让观众看到我吃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你们吃的时候也会是这个样子。这才是家乡的味道。南海故事吃了再讲，南海故事香辣鸡腿，要得要得。